一首《一人》送给大家。算了吧，这就是你要的选择。可能吧，分开后你过得快乐。也许吧，我应该习惯没有你的消失，但是我还是不是一个人走着。好了吧，我知道你所想要的，那么我就朝那个方向走了。希望吧，可以看到你还微笑着，我就可以不再对你受伤的说。歌名叫《伊人》，是毒药的一个原创。想要回到你身边。